老公，为什么你兄弟比我还重要？天天连一起，就带所有的朋友们一块到上海去。然后到上海，我们想说多待一天。小明就告诉我说，多待一天是不是？那我们婚就不要结了。啊！今晚九点，女人好犀利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我想这个相信甜点的雄鹤的做法呢，这个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啊老化的比较快一点。因为皮肤虽然会出油，可是代表它缺水嘛。那你它的老化会是干的感觉吗？对，就里面在老化，外面是看起来亮晶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油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这些油呢会混合的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在外面的灰尘啊、脏东西啊。那所以呢，就算你不化妆，其实还是要洗脸洗干净。没错。保养品怎么用？我想保养品呢，我们大概就是分30岁以前、30岁以后了。30岁以前呢，其实就随便买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年轻嘛，皮肤水分还是够，弹性还是有的。这么随便啊？啊，只要有，你不用重视什么 T 字部位、什么油干，不用，不用啊。只要养成保养的习惯就好了。那30岁之后？30岁以后呢？我们建议啊，还是选购那适龄的保养品。就是说，你30岁就买30岁的保养品，40岁就买40岁的保养品。50岁呢，你买的保养品啊，可能会比较选择滋润型的。滋润型的就相对比较油嘛。比较油的。对，就是说，什么年纪用什么样的保养品。像我之前我就是买，就很喜欢想说我的眼睛觉得怎么有点重，我就买了那种眼霜，就一擦，我现在眼睛这边有很多那个小小的油。小肉牙，因为太滋润其实不大适合。这边有那个小小。现在有很多那种凝胶的，就比较不会有肉牙。对啊，就不可以水凝膜啊，水凝膜。所以好，如果剩下水就霜状的啦、液状的啦、乳状的啦之类的对，应该要怎么看？年纪越轻呢，用越稀的东西。那所以年纪慢慢的30岁以后就会开始用到乳液啊。对。这个不可或缺。40岁以上呢，你如果没有抹霜的东西啊，你会觉得皮肤很干很难过。乳霜。我现在都已经在用霜了。不会，可能常吹冷气的关系吧。对，在冷气房里面久了会这样。冬天一定要用。皮肤干就会这样子。是哦。对，不然就会觉得有脱皮的感觉。是。那如果有一些保养品，它还诉求一些什么，比如说杏仁酸呐，有什么成分？成分对这个，对，这有没有差别？哪种嘞？我这个酸的种类呢，已经越来越进步了。以前用水杨酸太刺激了，现在用杏仁酸呢，能够有效的啊，让我们皮肤外面的老细胞啊，赶快脱落，或者是变得比较舒软一点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有效成分就可以吸收的进来。以前是没有这个概念，现在有这种立体保养概念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年纪要记得，30以后要好好的挑适合自己的，好不好？以10岁为一个阶段，对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来挑选。再来就是体能的部分了。体能如果退化了，那不得了了。对，体能如果退化，就像刚才我们这个 Ruby 一样，它其实不是退化，是迟钝。对，那个跟退化是没有关系的。但体能退化的话，就很容易骨质就会疏松了。真的。对，其实我们班上很多就是那种你看他平常都不太运动，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就比较懒，然后他可能前面比如说一开始一个钟头，但是我前面会慢慢热身，大概2首歌他就不行了。他就会觉得不舒服，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自己在旁边喘。对，那个是第一个，心肺不好。心肺功能本身不是很好，不是？那你不能2首歌都叫人家来吼嘞，一直吼2首歌，当然是不会这样子啦。所以一定是均衡渐进式的，我们是慢慢上去，然后再慢慢下来。它是有一个规律的，就像我们3位好不好？教我们，就是那3位是在场所有的，是跟大家一起来，我们欧巴上变小姐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做运动其实很简单，那大家都嫌麻烦，对 ，Ruby 也嫌懒，他现在不要，今天教你一个动作瘦5个地方。一个动作就好，太棒了！我们做一个5合1的动作，来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跟我简单先做一下，你看，好，这样往后蹲会不会？会，弓嘛。你往后弓的时候，你的屁股、大腿都有动作了，对不对？有。好，然后回来，好，跟我一起，然后伸直哦。好，挺胸，挺胸，胸也来。OK， 我要你回来是抱住自己，对，抱住自己，然后往后抬头，然后再抱住自己，抬头，然后抱住自己，好，现在跟着音乐哦。And 1, 2, 3 here we go. 1. And 2, and 3, and 4, and 1, and 2, and 3. Got your back. Here we go. Say hold. Say go. 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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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？累。挺胸，把胸提
下来啊，继续吧，左脚右脚，左脚右脚，这时候又乱了，好，跟着我的拍子，左右边，后腿后腿，很好，呼吸吐气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是吧 ？OK， 每分钟心跳超过120下，跟着我的节拍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手的速度比你脚的速度，手的速度比脚的速度快三倍，三倍，一六，请提位够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，换边站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有，蝴蝶袖不见，再一次，没有，心跳快停住了。请到潘若迪，是不用了，谢谢一分钟啊，心跳快，好嘞，而且这个在家里看电视都可以做啊，赶快自停啊，就是大神，这我觉得好酸啊，好累啊，这个感觉好年轻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这边都有动到哎，所以你看五合一，我们就说不太出来，他就还 OK， 这比方说我们要加强训练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如何让自己肌肤不老化？身体不老化，永远不老化。运动、饮食、生活都要面面俱到，包括保养，保养品要挑对哦，好不好？很多重要的内容，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“妈妈抄笔记”来搜寻哦。好，继续，继续，快，如果手节奏快，手再快一点，再快点，换边再来，三倍，三倍，好难。六，换边再来。老公选边站，我要嫁进来就是跟我们家的女儿一样啊，哦，其实都还是外人。婆媳没有冲突，那都是太虚伪了。在我们这地方，刚刚称赞婆婆那些都是演出来的。下周一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